看历史大剧，观天下风云。大家好，我是超然。上集中，年幼的商鞅被秦国景监看中，并且推荐给公叔痤。商鞅原本就是天资聪颖，经过公叔痤的调教更为出众。然而公叔痤私心太重，害怕商鞅过于出众，将自己取而代之，并未将其推荐给魏国国君。直到公叔痤病重之时，公叔痤才建议魏惠王将商鞅立为新任相国，如果不立商鞅为新任相国，就将其除之而后快。然而魏惠王认为商鞅不过是一介家臣，不足以堪当大任，只以为公叔痤是病糊涂了，并未将公叔痤的谏言放在心上。两人的对话被韩女得知，韩女将此事告知了魏鞅。魏鞅得知消息，深夜面见公叔痤，并且以话语刺激，使得原本就奄奄一息的公叔痤被活活气死。人死如灯灭，商鞅吹灭烛火离去，魏国商鞅定然是待不下去了，况且待在魏国又无法受到重用，商鞅决心投奔秦国，临行之前带着韩女回到小时候与姬娘居住过的地方。昔日被视为家的茅草屋已经变得破败不堪，见此情景，商鞅大为悲痛地感慨，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寻找姬娘。如果你功成名就，他会来找你的，如果你无所作为，即使他来找你又能如何呢？韩女一番话更使得商鞅确定了前往秦国的决心。秦人分离自是难舍难分，韩女拔下木簪一分为二，叮嘱商鞅不要忘记在大河的两岸有两个为商鞅而活的女人。商鞅来到秦国，昔年一面之缘，商鞅不能确定景监是否还记得自己，在秦宫殿外等待许久才见到景监。景监见到商鞅，疑惑这是哪里来的少年郎在此处拜见自己。直到商鞅报上名讳，景监思索一番，还是未能想起眼前之人。为了锦绣前程，商鞅自报家门，想起那日景监对自己的知遇之恩。遇见一总角少年，您愿意两张羊皮？哦，话还未讲完，景监就想起来了，指着商鞅叫出商鞅的小名。景监奇怪，魏国与秦国相隔千里，商鞅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商鞅告知景监，他得知秦国国君秦孝公广纳贤才，故而赶来，希望景监可以把他推荐给秦孝公。景监早就中意于商鞅，又见商鞅出落的一表人才，心中欢喜，拉着商鞅前往秦宫细细详谈。见到秦孝公之后，商鞅大谈自己的想法。国君之所以下令天下求贤，为的是光复穆公之业，东扩疆土而西霸戎狄，如今山东六国在中原逞强，而秦邦微弱，是因为兵不强国不富，臣不效忠民不勤劳，如若国家制定法令以法为治。对于商鞅的想法，秦孝公很是认可，点点头决定重用商鞅，立即召见群臣共同商议变法之事。景监知道朝中老臣一向是吃人不吐骨头，故而叮嘱商鞅，今日之事非比寻常。众位卿大夫对于商鞅并不放在眼中，嘲讽商鞅之前不过是公叔痤的家臣，治国兴邦竟然要一个公叔痤的家臣去解决，这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呢。哪料这些嘲讽的话正好被景监听到，毕竟商鞅是景监推荐，这些卿大夫这般议论商鞅，犹如在打脸景监，故而景监对着其中一位卿大夫问，大人的祖上是哪国人呢？这位卿大夫的祖上自然不是秦国人，只说自己来得早，所以早就是秦国人了。景监瞥了一眼大臣，用嘲讽的口吻丢出一句，原来如此，真是想不到少了一个多余的东西，倒管起了多余的事儿来了。甘大夫，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，我是怕有了那个多余的东西，却生出一群无用的东西，对秦国有什么用处啊？倒还不如没有那个多余的东西好。看到此处，不免想感叹一句，高手过招，招招致命，就连骂人都能骂得如此有内涵，也真是厉害。甘大夫被怼得哑口无言，大骂景监一个阉人竟然敢如此辱骂老臣，不过是仗着国君的宠爱。正在此时，公子瑜走出来让众大臣安静，带有警告的意味说道，此处是朝廷议事的地方，竟然敢如此喧哗，如果是先君在世，诸位也敢吗？众大臣见自己的顶头上司走了出来，再无人敢声张。
朝堂安定之后，秦孝公进行了大型会议，会议内容无非是改革。寡人登基之初颁下诏令，至今已三年有余，中原诸国无视我秦邦，前次诸侯六国盟会免迟，居然不通知我秦国参加，岂是我秦国已到何种地步？秦孝公这番话的意思很明显，如果秦国再不进行改革，必然会遭到其他六国瓜分。饶是如此，朝中大臣却从来没有提起过。现在来一个有能力的商鞅，你们还歧视，是不是非要国破家亡了才能幡然醒悟？秦孝公一番话说得众大臣哑口无言。训斥过大臣之后，秦孝公让商鞅告诉众大臣秦国为什么要改革。商鞅自是将之前对着秦孝公讲过的话又说了一遍，虽然有秦孝公撑腰，但商鞅提出的变法还是遭到了朝中守旧派的反对。精彩剧情且听下回分解。自今日起，上自卿相，下至奴隶，有功必赏，有罪必罚。看历史大剧，观天下风云。大家好，我是超然。上集中，商鞅职场不得志，告别昔日恋人以及家乡，来到广纳贤才欲求变法图强的秦国。此时秦国的统治者正是胸怀大志的秦孝公。秦孝公继位之后，一心想要光复穆公为业，东扩疆土，西霸戎狄，从而称霸六国。因此商鞅的到来令秦孝公看到了统一天下的希望。欣喜之余，秦孝公封商鞅为左庶长。左庶长是秦国沿用了数百年的官名，是最具实权的大臣。春秋时期，秦国的左庶长是上马至军队，下马至民的军政首席大臣。如果说秦孝公是一个公司的幕后老板，商鞅类似于执行总裁。然而商鞅在秦国的处境并不乐观，还未开始实行变法，就受到了秦国权贵阶层的排挤，幸得秦国国师赵良相助，才得以全身而退。哎呀，今日朝堂之上承蒙赵博士鼎力相助，未央真是感激不尽啊。赵良拿起桌上商鞅正在撰写的竹简，细细品读，上面写道：农是安家治国的根本，战是国家强盛的道路，而法治则是利国利民的根本。关于具体的实施，可以概括为用丰厚的赏赐激励百姓积极耕种，用极重的刑法惩治庸臣奸佞小人。商鞅自信满满地告诉赵良，如果此法得以推行，他坚信不到十年，秦国一定是男耕女织，兵强马壮，必呈现于千里秦邦。如此之大好河山，若不使他称雄于天下，你我岂不一笑后世啊？对于商鞅所提政策，赵良非常认可，对其发自内心的佩服。话说赵良深夜求见，所谓何事呢？一是向商鞅推荐自己的弟弟孟兰高。孟兰高愿跟随左庶长大人赴汤蹈火，死而无憾。商鞅见赵良对自己如此鼎力相助，俯身施礼以表感谢。其实向商鞅推荐孟兰高只是原因之一，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，便是提点商鞅注意收敛。虽然变法的政策非常好，是为大秦百年基业，但变法必然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。只是左庶长虽有治国之法，亦不可无治国之道。今日朝堂之上，左庶长锋芒毕露了。商鞅闻言沉思了，他知道自己变法必然会触动贵族阶级，可这是变法的必经过程，谁也无法避免。推行变法自然不能盲目执行，需要推出一个万全之法。于是商鞅在秦国都城南门放置一根高三丈的木头。大家注意了，左庶长有令，有谁能将此木扛到祭坛者，立赏十金。百姓们看到商鞅此举倍感疑惑，大家互相看看，又低声议论，谁也不清楚这位新任左庶长要干什么，无人敢上前。秦国太师代表着权贵阶层，此次商鞅变法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利益，他在那里冷眼相看，见到没有一个百姓敢上前扛木头，用讥讽的语气对着商鞅的下属说：是你们左庶长的赏金太高，将百姓都吓跑了，而他自己可以不用花费一分钱就能让人把这根木头扛走。听见如此讥讽，商鞅高站城楼上，面带微笑告诉太师：太师，何谓法令？法令就是尊者行，
违者禁。今日此举在于信，而不在于赏。太师倘若亲扛此木，赏金50。此番话分明是在侮辱太师。太师手拍马车，半天说了一句你，又缓缓地坐下，颤抖着示意车夫赶快离开此处。赏金50。赏金提到50，依然没有人愿意扛走木头。眼看就要上演大型翻车现场，商鞅着急呀，如果没有人站出来，这不是在打自己脸吗？天无绝人之路，人群之中传出一个声音，我来。这时一个披头散发的壮汉从人群之中走出，壮汉直冲木桩，看看木头，又环顾四周，扛起木头就走。他一步一步地将木头扛到商鞅面前，人群中传来一阵欢呼。商鞅信守承诺，命人拿出赏金，然而此人却拒绝赏金，扑通一下跪倒在地。原来此人名唤乌丑，是魏国人，当年秦军攻破石门，乌丑及其家人被抓捕到秦国，成为奴隶。之所以扛木头，只希望商鞅可以恢复他的平民身份，但商鞅是一个遵守法治之人，况且秦国法治是他定制，因此商鞅对乌丑说，法律有规定，没有功劳者不可以恢复平民身份，劝谏乌丑多多开垦荒地，建立军功，获得爵位，依靠这些功劳去摆脱奴隶身份，并将50斤交给乌丑。随后商鞅命人将三丈的木桩竖起，以此木桩为旗帜，自今日起，上自卿相，下至奴隶，有功必赏，有罪必罚，违者必诛。商鞅作为秦国左庶长，拥有绝对的权力，为什么上演一出南门扛木呢？首先从商鞅的出身说起，商鞅并非秦国人士，想要实行变法必须取信于民，只有得到民众的支持，商鞅的变法才可以顺利的推行，否则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。另外一方面，秦国上卿大夫阶层支持商鞅变法之人本就不多，商鞅能做的就是争取百姓的信任，因此南门扛木不过是商鞅取信于民的手段而已。南门扛木之后，秦国正式拉开变法帷幕。在商鞅推行的变法中，最为家喻户晓的就是户籍法。何为户籍法？就是把百姓5家编为1户，10家连为10。如果有一人犯罪，50之中无人告发，就要连坐定罪。这种制度上至达官贵人，下至普通百姓，无一例外。有关于其他方面，商鞅也做了细致划分，奴隶与敌军作战时斩得敌军首级，可获得爵位1级，如果有爵位在身斩获敌军首级，可加爵2级，可以赎亲生父母为庶民，而皇亲贵族无功劳者不得继续享受宗种。还有著名的腰斩，都是在商鞅时期开始的。商鞅制定着这一系列法制，在秦国贵族阶级眼里就是在破坏礼仪，祸乱章法，由此商鞅在权贵阶层眼里成为了一个仗着秦孝公宠爱，胡作非为，祸国殃民之人。权贵阶层开始蠢蠢欲动，他们想到了一个人，此人是谁呢？商鞅能否化解？精彩剧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